们先今天我这样子好了，我们首先先谈创伤，面对创伤，或是把创伤当作人生转变的最大的机会 ，trauma 创伤吗？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有。我看有些人头发白的，头发越白越多。家庭啊，个人、事业、健康等啊，这创伤 trauma。其实我常讲，我们生出来就已经是创伤了。啊，活到这个世界已经创伤了，因为我们突然迷糊掉了，昏迷了。认为这是真的，因为认为这是真的，所以我们有很多痛苦，创伤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今天这个题目我们先守到这里。那一样的，我先希望因为大家从外面进来，我们就把这个心收回来。每个人大家都闭着眼睛，跟我一起闭着眼睛，全身放松。你们就听着我讲，一边讲，我也带着大家引导大家，做一个什么？做一个回转，把心本来我们的专注在外面，看着这世界，我是希望我们踩个刹车，转个弯，180度回心，回到自己的内心。那怎么做呢？首先我们来扫描一下，想到哪里就放松那里，头顶放松，眼睛放松。再一次，眼睛放松，嘴巴放松，肩膀放松，胸腔胸部放松，肚子放松，大腿放松，小腿放松，脚底指头放松，慢慢的把注意力摆到呼吸，看着呼吸，一进一出，一进一出，都知道。轻轻松松的看着呼吸，不要去干涉到它。
有杂念没有关系，把注意力带回来，带回到呼吸，一进一出，我都知道。每一口呼吸，我都知道。又轻松，又清清楚楚的点到它，稍微点到一下就好了。呼吸长，呼吸短，我都知道。我选择不去干涉它，稍微很微细的知道，点一下，一进一出。这时候，我们用梵文两个字 "Soham"， "I am"， 我在，这是两个神圣的、神圣的字。等于上帝的身份，神的身份，我在收吸的时候收，吐的时候喊，吸收，心里面念就好了哈，喊收喊。静收吐横收横，有杂念没有关系，带回来，再轻轻松松的用收和配合呼吸，提醒自己，我就是我在，我跟主，我跟佛，我跟神，从来没有分手过，我就是他，他就是我。全部修行最多只是到最后体会这两个字收恒，讲完了，没有其他可以追求的，除了他什么都没有，他就是绝对，他就是一体，他就是全部，他就是心，一切永恒Sat Chit Ananda， 在觉乐、大欢喜、大宁静、涅槃、大爱、大平安、大沉默、大平等，
除了他什么都没有。所以用这两个字不断地提醒自己，我在受恨，静息，收，吐气，恨，一切只有收恨。从每一个角落，也只有收恨。只要你做一天，一个礼拜，脱胎换骨，用最诚恳的心去做，睡觉前也在做，一醒过来，继续做，试试看，你自然发现，喜欢沉默，不想讲没有用的话，变成自然变成一个见证者，观察到这个世界，好像这世界跟你再也不相关了，你的身份已经挪开了，从一个小小的我挪到内心，挪到一个无限大的一体，不会想回到这个小的小小的我，会让这小小的我自己硬做，而且他也可以自己硬做，不用你去刻意去关心、去规划、去改变。你把自己的身份跟仇恨合并在一起，知道除了他以外什么都没有，一切就是他。绝对是我们每一个人随时都可以活出来的，看你敢不敢相信，有没有耐心可以坚持下去，可以练习下去，可以提醒自己，不断地提醒自己，收恨。站到收恨，什么都没有，一切是个大宁静。所以前面我们讲的创伤，有创伤是因为我们把身份搞错了，认为自己最多只是一个小小的我，跟着人间打转，认为自己被受害，受到委屈，有个命好改，所以才会创伤，
所以只要有还有一点创伤的念头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晚上睡觉噩梦醒过来，试试看用手很提醒自己，也就这样子那么简单跳出来了。突然发现整个世界，这人间都是一个大妄想，一个幻觉，一个头脑的作用延伸，一个虚拟的世界，虚拟的真实，哪里有创伤？还有什么创伤好谈的？创伤是我们无明，忘记了，所以用这种最简单的提醒，一个人就跳出来了。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可以跳出来的，这本身还是个比喻。你本来就是无所不在，你本来就是收恨，忘记了，所以还有一个跳的观念可谈的。一静收，一吐恨，收恨，让你每一个细胞跟着你朗诵，心里面朗诵，让这个波浪震动到每一个细胞，到每一个体，到你的情绪体、思考体、意识体，每一个分子，你每一个角落、每一个分子都一起做个大的、轻松的朗诵。透过呼吸，收恨，这么一来，也就不要再追求为什么我倒霉，有这个疾病，肿瘤、慢性病、退化病、中风、心脏病。 Why me? Why me? 为什么是我？轮到我？为什么家里面有什么受伤？有周边的人走掉？ Why? Why God? Why me? 上帝为什么是我？轮到我？这些问题就也不用再去追求了，把全部都可以放掉，全部都交回去，直到一切都是刚刚好。因为站到收恨的身份，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没有一件事情重要，有什么比重？没有任何比例可以好谈的，没有任何比例有什么代表性。收恨，不断的提醒自己，一切都是刚刚好，连这几句话都还只是个比喻，好不好还是如此，好不好还是我们人的判定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分别，我们透过小我在衡量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坏，站到一体，站到收恨，一点都不相关。你认为不好也是如此，就是你认为好还是如此，这是多余的，再加个好坏是多余的。一个人懂了这些，不断的提醒自己这些，就解脱了，自由了，任何眼前所碰到的状况跟你再也不相关了。眼前前面的状况来走，跟你
仇恨的身份，仇恨不影响，不相关。突然体会到这一点，你自由起来了。人间表面上再有什么痛苦、不公平、窝囊、忧郁、分离、创伤，跟你一点都不相关，跟你真正的自己不相关，你就放过他吧。放过他，试试看。他该转到哪里，转到哪里，再也不会引起你做一个反弹，做一个大激烈的反应，需要刻意非怎么做不可。一切顺自然，一个人就突然变得很自在。该做什么做什么，该讲什么讲什么，也可以不讲，也可以不做。无所谓，仇恨这两个字有那么大的作用，只怕大家不做、不用、不提醒。不反省，不反省的话就跳到人间吧，让人间把你带走，继续打转吧，继续烦恼吧，把它当作真实不过吧。走到最后，还只是如此，忙了一辈子，还只是这样子，到最后，真实跟你好像还不相关。他还在等着你，那又下一辈子再来一次吧，下一次再下一次吧，百次、千次、万次，总是有一天终于会学到一点，学到什么？就这两个字：仇恨。一切就是如此，一切老早圆满，跟你也不相关。你还没有来就在，你走了后还在，你看是不是好冤枉？为的一点人间的变化，我们过不去，认为这是全部我们一生的潜能，我们全部的可能就是靠这人间一点，几十年，有些人活100岁、100年，有些人活30岁、30年。我们就把自己的身份落在这人间，一个相对的尺寸，也就这样子。你们不要睁开眼睛，继续听。我会请同事，请梦怡好了，念一下我们未来有几个作品。我这段时间在国外，其实已经完成了。十字路口是为了大家，为了一个方便，把好多 Q&A， 我请大家，请你们嘛，多提供一些问题。那后来很快就发现，这些问题其实都有点重复啊。那我后来想，就是还不如就是稍微归纳一下，转给大家，这样子啊比较省事，可以跟大家分享。那另外有一个叫做插对头，是我跟梦怡在对话。有一天我有期待，我看这里有哪些朋友比较投入。这一条路，比如说我们的 Anne 也好，或看谁跟我对话，
我们留一个记录。那还有呢？还有时间的陷阱。什么叫做时间？我想透过这本书打开。还有一本书叫做《短路》。什么意思？短路 ，shorted， 短路就是被电到一样的意思。短路，它是一个灵性的科学，可以这样讲，一个新的科学，在讲身体的变化。因为很多朋友离不开身体的作用，所以我把这些变化稍微做一个归纳。接下来有一本书叫《头脑的东西》，Mind Stuff。那引擎是很在后面了。假如我们把一个钟摆啊，从左边摇到右边，左边就是右动，从真元一一直摇到后面，摇到右边，是个在的状态，不动或是在 ，mind stuff 是汇总整合好多观念。这是我希望你们大家。一路我们一点一点的带出来，希望大家练习啊，练习最多只是提醒，每一天不断的提醒，我相信你慢慢的就会跟上来，会发现读到这些书，突然发现懂了好多观念，过去不懂，现在突然懂了。那我也不能讲得太快，所以一步一步像个钟摆一样的转过去。那在时间的陷阱，我也有一些练习。我这里稍微就拿一个好了，啊，拿到这个，说不定看这个沉浮啊，沉浮好像第27页，嗯，啊，是不是27页还是23？我先想不起来。孟怡，你要不要念一下？声音大一点啊。好，那第27章，这是在第27章的。可不可以录下来？这样子可以录下来吗？嗯，可以。好，嗯。后面听的你们还是闭着眼睛听，用收狠在听，呼吸收，吐气狠在听，不要被这个声音带走。只要有一个后悔的念头出现，你我留意到了，马上踩一个刹车。谁还有一个后悔的念头？谁还需要忏悔？谁还过不去？谁还认为受到委屈？谁还有失落？谁还对不起自己，对不起别人？谁心里过不去，眼泪流不完？谁认为这一生悲哀，甚至绝望？谁还认为自己来到这里不是刚刚好？就是应该来到这里，谁还认为要把这里现在改到别的哪里？谁对这里现在不满足，还要再去延伸出另一个现实？谁还认为有一个空间，甚至一个神圣的空间可以去比这里更好？答案当然是我，也只可能是我。是我过不去，是我在后悔，是我心失落到底，是我有自杀的念头，一切都是我，那我又是谁？我们可以注意到，从收恨，假如我们不断的重复收恨，睡觉前我希望大家今天晚上就试一下，不断的用收恨，或是用你自己选，我在也可以 ，I am 也可以，只要你认为熟悉就好。一直到睡觉，睡着也不去管它，一起来，只要有一点念头。继续在朗诵，发现念头会减少，而且你不光是睡觉，梦会少，梦的睡眠的品质会改变，而一天下来，白天下来，发现念头会特别少。那这时候，假如
刚起来还有念头，知道自己在躺在床上，我是某某人，这一连串的念头出来了，这时候就马上回到参，为谁有这些念头？谁还有这种萎缩、恐惧、没有安全感、创伤？答案当然也只是我，或是假如没有答案，就停留没有答案。假如自己知道是我，那我又是谁？没有答案的答案就是你的答案。这时候一个人发现又可以继续念手痕，或是不念，没有念头，躺在床上发呆，哎，时间就过去了，没有念头，也许一秒、两秒、三秒，或是继续念手痕。试试看，我们这里假如有任何朋友过去受过伤、创伤、失落、感情，或是有什么地方受到很大的损失，都可以拿来用。我相信你会发现这个效果很直接，可能没有第二个疗愈比这个效果更大。还是相当相当直接的。为什么会这么讲？它直接到上游，到哪里的上游？到创伤的上游。一般我们创伤会去分析创伤怎么来的，可能再去重复它，让把这个创伤的能量让它消失掉，自己多重复几次就消失掉了。而这个方法不去管它，不去管你怎么创伤的内容，是直接把创伤、体会创伤的人去把它解开，去了解、去领悟到，知道创伤的人其实不存在。那这么说，哪里来的创伤？这效果是更直接、更有效率，我想大家可以试试看，这会影响到你一天下接下来的品质和互动，跟自己的互动也好，跟别人的互动也好。回到手痕，看可不可以再把它找回来。一口吸，收；一吐气，痕，收痕。慢慢的睁开眼睛，很好，好像大家都入定了。有没有一个东西叫定？考你，坐在我前面很倒霉。有没有什么东西叫定？你们都看过定吗？这本书来不及啊，这个作者写的比你读得更快。
有没有东西叫定？我想听你讲，我也帮你问到。有没有东西叫定？对，嗯、你用也把它录下来好了啊，不用讲自己的名字，这也不会造成。我的认知是有的，但是我又觉得这是人话。那如果说从一体的话来讲的，没有什么定跟不定，那个就是这么简单和自然，所以我也讲不出来那个怎么解释。好，很好，很厉害啊，这几句话把整个这个禅的啊几千年就讲完了，很好。定这观念是我们人造出来的，定是我们的本性，定的意思就是永恒，最定的状况就是永恒，绝对从来没有变过，不生不死，这是定。但是你勉强刻意要去把它转出来的，就是人间嘛，我们总是要讲话，要有一个啊，有一个表达的方式，所以我们说有个东西叫做定，还进一步分成小定跟大定。小定一般过去就讲功夫，那这是我认为最可惜，是我们大家的认知，什么叫做定，什么叫做修行，是小定。那大定就是这样子啊，就是一体啊，在一体是个绝对的范围，一句话都描述不来啊，所以没有什么东西叫做定，所以只好我们把它称为是大定，是这样子，是否定一切，否定甚至小定，否定这人间任何语言任何东西，这就是大定。你看这样子有没有啊一种矛盾，甚至进一步，我后面书慢慢这样找讲到这里，前面太早，像我不合理的啊全部的你，本来写完以后，其实也没严格讲也没有想写书嘛，就好像就算了，无所谓。但是发现很多人不懂，包括我们出版的同仁啊，大家都不懂，不晓得在做什么，所以我们今天才有读书会嘛，才把它打开，然后一本一本书下来啊出来。所以啊。这个从啊，我们觉得还有一本书叫做《Much Ado About Nothing》，现在好像都完成第二章、第三章了，就是啊，无事生非，是不是这样的？翻成中文，无事生非。Much 本来什么事都没有，为什么搞出那么多事？包括我们讲那么多这些篇幅，就是害怕大家不懂，所以用各式各样的切入点。还有人会讲说在重复，所以你今天你讲这几句话就知道一点都没有在重复，只是在切入不同的角度啊，不同。修行本身是为了小我，假如没有小我，没有什么东西叫修行，这本身你看也是个矛盾。我们大家忙的知道有什么东西叫做修行，那你们大家来这里都知道有个东西叫修行，修行是因为有小我才有修行，要不然什么都没有，一切平安，什么都没有。但是我们人就是很可爱，会创出好多好多观念。什么叫做开悟？什么叫做开悟还不够，还要一个顿悟，还有一个东西叫做醒觉。醒觉就是我们的本性啊。你我本来就是醒觉的，不知道，所以啊被骗走了，把自己的身份搞错了。我们还有一本书，好像《A Case of Misidentity》啊，就是意思说，就是说，啊，就是把自己身份搞错的一个实例了啊，也好，或者一个 case， 就这样子。这你刚刚讲这句话都懂了，但是懂是一回事哦，逻辑上懂是一回事，另外是领悟，是彻底的领悟。彻底领悟是什么？你的情绪体。你的意识体，你每一个体好像就是面对像一只小狗小猫在墙壁上，你们看有很可怜，它在
没有地方跑，在个角落上，有每一个体在面对。我常常讲说，这个 obvious 不过的，就是你怎么翻译 obvious 这个？再明显不过，再明白不过。再明白，再明显不过的 common sense， 一般的常识，我认为，你到那时候你没有地方跑。我这次我用这个全部生命的系列，就是希望我们这里啊，还有好多成熟的朋友，他是很务实哦。很踏实哦，比如说忙碌了一辈子，做财务也好，做管这个做服务也好，做个护理师也好，做一个医师也好，做一个工程师，做一个一般人嘛，很务实嘛，养家做这个，他不信神的，比如说这样的，我说很好，我就喜欢这个群，因为污染比较少。追根究底，用我的方法，用理性，用语言，用逻辑，用左脑的方法，一直点到底，看他往哪里跑。假如真正聪明，真正成熟，到最后就像刚刚讲，一只狗一只猫在个角落，他没有地方跑，到最后只能什么，只能臣服了，化解到这个一体，那时候就蛮有意思的。那这个时点，这几千年几万年，这个时点 right now 就是我们的机会，因为我们够聪明，可以到月亮，可以发明网路 social media 啊，连小孩子电脑都比我们更懂。这个时点是最难得的，是我们的 golden age， 我们在一个黑的灰的 dark age 几千年，这个时候是慢慢在提升的。反过来我这样讲，假如这里现在你醒不过来，你没办法说服我，你下一辈子一千年一万年后可以醒过来，因为条件不一定会再组合，谁晓得下一次。这里现在就是你的机会，但是我讲是我讲，你体会多少是你的事，我没办法改变吗？你体会，假如体会一部分，就会有个 urgency， 很急很急迫的说，这一生也许就是好像这个火烧烧已经快没有了，我剩下几年，我要完全投入这人生最重要的问题，我不能放过它。我表面上身体有疾病，有肿瘤，有各式各样的慢性病，这是我的机会。因为假如没有这个重大的病，可能我没有受到打击，我不会找到这个门户，没有这个窗口，竟然受到大的委屈、大的失落、忧郁，可能想自杀等等的。我今天来到这里，现在刚刚好有这个机会，我们大家有点在共修，一起走出来。假如真正这样体会，我恭喜你，那这样子你这一生已经下了一个种子，你就是这一生醒不过来，下一次下下一次试试看，一切已经你的命转过来了，不见得是好，从人间的角度看不一定是好，也许奇怪，好像倒霉更多事情，但看你有没有这个勇气一直走下去，知道这一切是幻觉，是一切是你过去所造出的业力在转变带来的，这个你影响不到，也不要去影响，因为跟你也不相关，它是一个幻觉。看有没有啊，这种勇气，有没有这种智慧也好，这种成熟熟念度、成熟度，来体会刚讲这几句话，从创伤变成一个大机会，变成一个大机会，人生的大机会，不要错过。要不然下次不晓得什么时候大家再见面。我今天大胆的这样讲，所以我也大胆讲一句话，你们不要看这些生命系列，这些用好啰嗦的语言，我都好可怜你们，你们还很可爱，还跟着这个一起在读，被我骗来了，从真元一就把你们骗来。因为现在熟念度，地球也有频率，
虽然都是虚的，都是我们头脑制造的，但它还是啊，在这个虚拟的这个真实里面，它有个东西叫做地球，有个东西叫做宇宙，它有它的频率在震动。有一天，可能是十年，可能是一百年、一千年、一万年，它的频率刚刚好，也就是说，这个熟念度，我们一般人讲因缘嘛，对不对？华人会这样讲，刚刚好成熟，等于说它 push 你到一个地方，它本身也在改变，跟着你，把你带起来改变。那时候就我很有把握。全部的生命系列看完以后马上会醒过来，你们相信我讲那么大胆讲这些话，因为他有一些用词是我们现代的人可以听懂的，过去人因为他没有这个语言，过去人是这个智慧是不得了，比我们人聪明多了，我们认为现代人比过去人聪明，过去人有智慧，他是大聪明，但是过了几千年后我们迟钝了。 However， 但是语言科技科学发达，过去没有，为什么不把科技科学语言的发达分别当作一个工具，就是现在是我们的机会，所以用左脑来消逝左脑，用逻辑来消逝逻辑，头脑的聪明来消逝头脑聪明，本身是我们在做这个啊，这件事用全部生命系列，现代人不够成熟，所以读了这个全部生命系列，还有些人还讨厌。你们想不到，有人看了以后，他一定要 make sure 我知道，他不欣赏也好，做很重要的角色哦。这个你重复了什么什么，看得讨厌。什么什么什么啊？你们从读书会就听到，有些人反弹很大嘛啊！就是你看这个，我们在讲这个是，不管怎样还是友善的事嘛，是个善意的事，那把它变成扭曲到另外一个层面，啊，很可惜，因为都是从别人的身体身啊来检讨，来开刀，这是我最感觉最可惜的，错过这机会，应该拿自己嘛，拿自己来开刀。首先我们从自己去做个转变是比较重要，但是我们这种机会会错过，因为不成熟，在这个不成熟的这个时点，它确实有这种对立，但我们也无所谓啊，不 care 嘛。你要问我说期待什么，期待 nothing 啊，但你为什么写书，我说我没有写这本书啊。但是有挂人的名字，我马上就指这个陈梦怡，都是他不好，都他惹事。我怎样闭着眼睛在像刚刚带大家讲话，讲什么自己也不知道，所以叫一本一本出来啊，啊，没有什么期待，这个就把它丢出来，看大家用不用这个，啊，有我们华人喜欢这个一年一次嘛，为的祖先啊，有烧。对不对？烧烧东西，烧用纸啊，这对啊，以后也可以这个就用掉，有时候。所以就这样子。但是，假如你们可以听进去几句话，我很有把握，你这一生会不同，完全不一样。你就是这一生搞没有搞一个段落，你下一次试试看，他已经没有回头路。为什么这次用十字路口，没有回头路？没有回头路，什么意思？没有回头路是好事哦，表演。大家听到没有回头路，开始恐惧。这生来本来就是应该，我们做人嘛，人跟动物不同在哪里？聪明啊，我们人聪明嘛，而且我们人有时间的观念，所以时间的陷阱把这个问题打开。最不同就是有时间的观念，时空的观念。动物也有空间的观念，但它头脑。就是聪明不够，他没有时间的连结那么强烈，像我们人有那么啊完整的 association 连结性。所以进来那么聪明，我们应该充分利用，充分利用在哪里？来体会到
我们真正的身份是谁，体会到什么是神 God， 什么是 God。 我们现在讲 God， 马上去看天空，好像老远，心中 God 是在我们心中里面，神是在心中里面，我们其实就是神。很多人听着会很不舒服，我们就是神，神就是我们，从来没有离开过。人是要这次来，下一次来，过去来，是体会到这一点。你们相不相信？其他相对没有一件事情重要。我们人做什么人，做什么身份，叫什么名字，扮什么角色，一切没有一件事情重要，没有一样东西重要，不成比例。最多只是这个任务，我们来是这个任务，你们相不相信？但是你看我们人很可怜，一出生几十年都在奋斗，小孩子，我好可怜，小孩子刚懂事到幼稚园到小学一年级，戴着眼镜皱眉头啊，人生就不好过了。都是我们大人嘛，大人这个这样子带小孩子进入到社会，社会的问题一路就是烦恼，人生是不好过。所以从 entertainment， 从这个各式各样的方法，跳舞啊，别的方法，喝酒啊，其他方法，把这个人生过更好过，就这样子一辈子过去了。没有钱想要有钱，没有名誉想要有名誉，没有地位想要有地位，就这样子在追求物质。这是物质 only 的社会，这个年代是 material only。那这是我感觉最可惜，因为我们华人比这更聪明啊！你看我们过去的文化，几千年华人跟印度人哦，把全部人的宝、哲学、最高的灵性的层面在手心里面哦，华人哦，哎，怎么会这几十年跟着西方走？西方全部是。物质嘛，西方是 Atlantis， 中文我们怎么讲？就音译亚特兰提斯。亚特兰提斯，亚特兰提斯 ，Atlantis 的后代。我们华人是 Lemuria，我发音对吗？一样，就是也是音译。Lemuria。Lemuria的后代。Lemuria的后代是在这个。不管用什么角度来看，他的灵性层面比较成熟。哎，反而我们走到这几十年，跟着西方在打转，失掉我们最老祖先的，老早就知道留下来的宝。所以我感觉有时候也是在笑，笑天，笑自己。你看我，你们听我讲话就知道不标准，连这个我。读过好像读个小学一年级，讲话就知道讲不通嘛，啊，国语讲不通，这个语言讲不通。一个外国人，我是外国人，西洋人是吧？外国人，嗯、外国人啊，老外，老外，来到我们华人的这个区当中，用不标准的语言来提醒大家我们华人的美的部分。很有意思哈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啊，物质 only、material only 的社会就是我们现在的，而有另外一个轨道叫做唯识，叫做 consciousness only。所以未来有一本书我会写唯识或是 science of consciousness， 那已经在很后面很后面了。这就是弥勒佛，未来的佛叫做弥勒佛啊。每一个这个宗教都有 Christ 也好，Maitreya 弥勒佛，他是可以讲说是就是唯识嘛，唯识的大师。过去我们一般人一讲到唯识就头痛，我看我过去只要听到有老师在解释唯识，我就想听，但是每一次听我就感觉很失望。为什么？就是讲得太复杂了，讲得太理论了。其实它是最简单的一套法门，所以未来的佛会用唯识出来，那我认为太可惜了。所以全部生命的系列是唯识
conscious only school， 啊，你们听会感觉很奇怪，我就用这种角度来表达，但是就是这样子，有另外一个轨道叫做意识为识，全部一体，跟物质的层面相对，物质的层面完全是颠倒的，两个是重叠。而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要追求的是什么？我们趁我们在这个人间有这个肉体还聪明，头脑清楚，有没有办法体会到什么叫唯识？有没有办法体会到什么是一体？全部上帝、神、佛、佛性，有没有办法？这是大家应该问的，倒不是到这时候还在质疑我讲的这些话跟我的生活相不相关，这些我都已经推翻了嘛，我已经都跟大家做不断的说明什么叫做心流。不用担心，你把你自己的小我交给宇宙，你会做得更好。假如你还在追求做，你会有人间想不到的突破。假如你还在追求突破，你可以完成别人不可能完成、做梦都想不到的事。假如这个还对你还重要，但是 so what？ 这些完成了以后又怎样呢？这是来安护好多朋友是左脑，他放不下，所以我用这些话来盖住，来给他一点希望，来给他一点信心，不要充满的恐惧。你小我放下来是恐惧哦，会有恐惧。但是走到最后，这些都不重要，最重要还是这个一体，全部是我们这生要非要体会不可的，因为它本来就是我们的最重要的部分，所以才会讲有另外一个轨道，叫做一体，叫做全部，叫做绝对。这是我们你我每一个人都有的，看这一生可不可以体会到，而且是彻底体会，不是用理论去理解。我最担心就是全部生命系列出来以后，很多人他很聪明哦，他会把它变成一个系统，可以讲课，会分享，但是那个不重要。所以我们这里每一个人，我们还是很踏实，晚上到了做一个练习，一个反复，一个提醒自己，提醒自己做功课，全我讲的都不重要，也不要相信我讲任何话，拿自己做实验，就发现哦，原来如此，真的真的有这回事，真正有这样子啊，越做越有信心，到时候就自己就走下去了。所以我就说，通过全部生命这系列，我最多只是把你们每一位交给谁？交给自己的老师 ，the guru。The teacher within you， 你自己心中有一个老师在等着你，不是哪一个上师哦，就是你自己，这个一体全部在你心中，就是你嘛，在等着你啊，他等了你半天，等你五六十年，啊，孩子，你还在走冤枉路，你为什么不回转？我就在后面等着你啊，在你心中等着你，就是这样，把你们交回给自己。全部生命系列最多只是做这些，就是这样子，可以听懂吗？好像表面上哈，走出去又听不懂了，走出去就马上就啊，怎么说啊？看表，我这个接下来还要开会，还要打电话，我要回到我的人间的这个事，前面讲得很好，但是跟我的生命不相关，错了，跟你生命比什么都更亲密的相关，这个大家看可不可以信得过？你回去还是要做人呢，还是要办公啊，还是要在一个单位做你在办的角色啊，没有叫你不做啊，但是你已经不同了，为什么？在这个做，你体会到不做；在这个动，体会到不动；在有，在做，体会到在。看这几句话，大家可不可以听懂？很多人现在还认为，就是说不做不动是好像是个对称，做有的对称是 opposite， 不是这样的。
是人间造出一个语言，它一个对立嘛，有跟没有，高低，不是这个，绝对是没有这种，你没有办法用这种语言来表达的。你看我们现在都可以听懂哦，但过去古人他没有这些话，他没有这些语言，还没有数学的这个基础，所以他没办法表达，我们就感觉很神秘，好像很绝，一点都不绝，讲的是完全是科学，比科学更科学。将有一天这是会大家会证明，但你等不来啊，那是一千年后，可能一百一千年后，你老者不在这里，所以不要去等这些，不要走这个冤枉路，拿自己现在你就可以做实验，可以证明我讲的对不对。我们时间刚，很抱歉我一投入哈，很久没有见到你们大，所以讲多了一点，你们看还有没有一两个问题好不好，来得及吗？朱金你看他是我的 gatekeeper， 他用手在跟我在指挥，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？哎，后面把它录下来啊。谢谢博士。那刚刚谈到创伤啊，如果有一个人中风或者失智，脑筋不太清楚，那我们除了祈祷用心跟他感应之外，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跟他分享这种全部生命系列的观念？很好，这有可以用几个角度来回答哈。那我用这个最简单最直接，当然这不是最完整哈。很多人他有我们认为好像昏迷了或是中风头脑不清楚，但他有意识，我们认为就是有五个感官嘛，听看闻啊等感触啊，但是其实有好多好多层面只是我们人不知道的，所以很多人他中风也好或是在哪一方面退化或是昏迷，他其实有更深的一个意识在存在，这个我想每个人只要在临床都会接触，而且这个人有时候他会掉眼泪或者他有别的方法去表达，我们认为他应该不知道，但他啊，那啊懂了这些，那我们最多就是一种善意的沟通，沟通还不一定是用需要用啊语言也好动作也好，去念头念想，就你刚刚讲祷告啊这方面可以，但是就是希望他好，希望他这个可以，就是这一次来不及，他可以这个啊，我们可以讲灵也好，他的频率可以慢慢提高，可以在往生的过程或恢复的过程，到另外一个层次，到另外一个更高的频率。也因为这样子，古人都懂啊。你看，就是我们人走了以后，几乎每个宗教都懂、啊。对不对？像天主教基督在最后走的时候啊，做一个这个告解也好啊，或是他做个祷告，那是在佛教那是更讲究，像这个密宗叫巴尔多，他是这个七七四十九，可能是九天都有，就是来引导这个灵体这个意识体让他一直在往上走，所以这样子的话啊，我们可以帮助这个众生，但是我这里我必须要再提醒大家一点，就是说什么，就是首先我们自己要了解我们是谁，就是说我们这个肉体存不存在的问题，假如彻底知道其实连我都不存在，你也不存在，任何东西都不存在，都是一个头脑的产物，头脑延伸出来的，是因为我不懂认为有这个体，有这个世界充满的痛苦悲伤，所以我要去救要帮忙，这是好事，因为你不完全不理解的时候，你这个善意是绝对要做的，这就叫 karma yoga。但是你突然懂了，你发现你也可以放过了，你也可以放过自己，也可以放过世界，也知道到最后谁也帮不了谁，什么意思，它有个循环，它是一个宇宙世界人间人跟人中间自己，它是个业力带来的，
业力组合的，是头脑延伸的业力，业力延伸的头脑是组合的，它本身有个 cycle， 这个 cycle 就是这有一个循环，这循环老人是注定了，你怎么做都没有用，就自然懂就也可以放过。但是我们人我们还没有成道啊，对不对？你还是感觉自己有体啊，我坐到你前面啊，你坐在这里，我们还是有区隔、啊、在这个过程我建议还是多做一点善事比较好，就像你刚刚讲帮他祷告，帮他这个有时候这个他还有一点意思，我很喜欢送给人家握啊，尤其中风你会发现很多人他用了以后他发现可以啊，好像预防这个血循环可以加强啊，有时候会给一点元素，因为它的频率比较高，大概这样子啊，我啰里啰嗦这样子回答你，这个就是有两个层次两个层面来看同一件事。那很多人认为讲说我这样讲话那就不要做个好人，不要做服务，说 no。 所以过去有一次在台中，说不定这一次我们也拿出来，在这个落在地球是不是有在讲说修行有三个角，一个是臣服，每一个宗教都讲究臣服，连这个回教都讲究臣服，把自己交给谁，交给上帝嘛，只是我们在讲上帝在心中，不是阿拉或是上帝在外面嘛啊。另外是参，参是最直接最切入这个智慧法门，我是谁。第三是什么？服务 Karma Yoga， 服务做个好人，做个友善的人，三个一个都离不开。那你后来发现我也不存在，世界不存在，什么都没有，那时候就不会再刻意做一个好人，不会刻意再做善事，但你自然会做善事，你自然会做帮助生命，你不用，但是你没有认为自己在做什么善事，就差在这一点。好，是不是还有一个啊？最后一个，我下一场让你们多分享一下。博士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因为我公公去年过世，然后因为我是佛教徒，我就是常常助念。那因为我小姑是基督教徒，那所以呢，她很坚持是希望用基督教的方式。那我说好，你可不可以找一个唱诵，就是基督教的，就是一个帮我公公唱诵的，我可以把它念出阿弥陀佛的那个整个感觉。我说可以。那我后来呢，我觉得我后来在就是佛教的团体里面我做这个分享，我觉得其实是我用任何的东西，就是用我们的心其实是可以带出那个阿弥陀佛。如果阿弥陀佛就跟你相应的话，你用即使用奇异恩典的一句话，它其实那个就是整个频率，它就可以让亡者安心。那我其实是希望公公安心。那我用这样的方式给佛教徒的助念的分享的时候，我很担心他们会混淆。然后那当然后来法师也同意我的方式，就是说其实只要让最重要是让亡者整个那个家族的和谐，那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其实都是同样的方式。那我很想了解博士怎么看这件事情。好，很好，你这就是用方便法门变通啊，很好啊。这样就是因为在这种场合我们离不开人间嘛，啊，人走有我们有个很讲究的一个步调啊，有一个作业啊，大家这个啊协和，可以大家这个啊很平安，这样就好了，就你也尽啊做到啊尽你的这个责任，这样就好了。但我这里啊，我还是要做一个提醒啊，什么提醒？就是说，全部这些 convention， 就是这些仪规也好啊，
都还是我们头脑延伸出来的规矩。宗教也是这样子，你说假如佛陀在的话，他会在意这个吗？基督耶稣在的话，他最多只拿开手抱你一下。所以不要讲究这个这些形式，因为我感觉这是最可惜的一部分，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被这些绑住了，那最多就是心。除了这以外，我必须要再讲一点，灵体 soul， 你做这些就是为这个人走嘛，灵嘛，我们英文叫 soul， 对不对？啊，灵是头脑的产物。我知道我过去不敢随便这样讲啊，因为担心很多人没办法接受，大部分人都没办法接受啊，它本身还是头脑产物。我们头脑很有这个 power 啊，很大的这个力量，它可以画出这个宇宙、太阳啊，一切我们看的星球，也可以画出这个灵体。所以轮回，没有东西叫轮回，是头脑的产物。就是因为你相信有灵体，相信有轮回，所以一直怎样打转，永远解开不了。你们看这个可不可以接受？这个讲的就慢慢来啊，我们先就是不要跳那么大一步。所以为什么我在讲说全部生命系列，我是很希望大家一步一步看下去，但是通过体自己的练习去对照，看我讲的这些话对不对。假如我太早，也许对你太早讲这些话，你当然会反弹。所以但是假如可以这个步调可以跟上来的话，你就发现自然就自己的这个体验也是如此。